房东来看房，想租间自己尬以租金又合理的房子，有的现场来看，有的网络上看物件。但是有名到嘉义念大学的女大生就因此被骗了。她在市区看上了一间一房一厅一卫的房屋，一个月只租8000元。不过房东表示有其他租客要抢租，先汇定金就能先保留。于是女大生就汇了16000元。对方又说房租一季缴清有优惠，定金就会转为押金，然后又透过 LINE 传了租屋合约。双方就在 LINE 上签约之后，女大生就又再汇了20000元，万万没想到自己已经落入诈骗集团的圈套。双方约定看屋的时间，被害人在租屋地点等候许久都未见这个房东出现，那经过再次的上网查询才发现说，同样的出租房屋的照片竟然出现在其他县市的租屋贴文之中。嘉义市二分局警方表示，类似的诈骗案件从年初至今就有实践，辖区内的房东们很多都知道有这样的事。像是这位黄先生在嘉义市区就有好几间房在出租，他说去年就听过这样的诈骗手法。基本上他就是以房屋吸引设备齐全为诱因。黄先生表示，诈骗分子都会挑学区来下手，以物美价廉的房屋来吸引学生。例如说厨房，他会微波炉啊、气炸锅啊、电锅什么都会样样齐全，再加上他装潢漂亮为主，然后价格可能会以一般的行情再低一点。黄先生就呼吁网络上看到装潢精美又附上不少家电，租金相对便宜的，小心其中有诈。租屋还是要亲自看房，双方签订书面合约后再给租金，甚至可以到法院进行公证，让自己更有保障。华视新闻陈金邦、邱君平、林玉哲加以报道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